没脸见当模范，。这是干什么？邓模范，大家都想见你，太热情了，我没拦住，你要怪就怪我吧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他们是我们团里的精英，团长要我们向您邓模范，多多学习学习，还带了纸和笔呢，就是要您邓模范跟我们好好讲讲。是啊，团长还说了，等过辣子口，组织全团向邓模范你学习呢。对啊，我没什么好学的。哦，没事，我听说啊，邓模范就是这样一个谦虚的人。是，我不是邓模范，他。我找团长去。哎，邓模范，他昏迷了好长时间啊，一醒来就参加战斗了啊，可能还晕着呢。那学会，你就跟我们讲讲邓模范的事。讲讲。我嘴这么笨，我讲个屁呀！学会，邓模范，你可能听说过我，我在咱们全中队唯一一个戴眼镜的团长，他们都说我有文化，那咱们俩今天就说两句有文化的话吧。你呀，太不厚道，团长。我知道，我们不如你们军委纵队，你们军委纵队那是事事都走在前头，要风有风，要雨得雨呀。我们这庙太小了，装不下你这大模范吗？团长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到前线打白狗的时候吧，你说你是模范了，叫你回来做个总结报告吧，你就说你不是模范。这话都叫你说完了，你们军委纵队的牛，太牛了。不过你们再牛也不能看不起我们这些兄弟部队吧？团长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来，坐。邓伯凡，我大小是个团长，你看看后边这些弟兄们。怎么也得给我个面子吧，啊！不说了，好了，就这么定了，留下了啊！在这地方，让我们弟兄们都向你好好学习学习，是不是啊？是。等过了辣子口，追上你们军委纵队，我再把你送回去，啊？怎么样啊？哎呀，不是我想把你留下，是你这些兄弟，你这些战友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哎，对了，来，你出来说说。邓模范，留下来吧。混球，没吃饭呢。邓模范，留下来吧。是啊，留下来吧，留下来吧。团长，我可以留下来，但是我怕我不符合规定了。哎呀，那规定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我告诉你。中央已经在哈达铺召开会议了，我们正式改成为中央红军了，而且分了三个中队，过去那些编制通通打散了。我听说你们中央纵队啊，
都改成了第三中队了。我呢，跟上级首长汇报一下，我再和你们中队沟通一下。你就算借到我这儿来，还不行吗？啊？那我听团长安排吧。哎呀，这就对了，邓模范。你要不嫌弃啊，学会他们那个牌啊，不满编。从今天起，不，从现在起，归你带了。啊？终于盼到你了，就是邓模范。这是干啥呢？你雕的是你自己吧？瞎说啥？我雕的是邓模范。不，你就是邓模范呢？情况，一个排的白口子死守了高地，我们两个排冲上去都被打了下来，团长气得直乱呀。同志，前面到底啥情况？我们攻不上去。哦，一个排的白狗子，两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来说，邓模范，我们想让你带着大家一起上。是啊，咱都跟你学了一个月了，咱就试试吧，试试吧，上吧。邓模范，团长，你怎么来？我来看看你啊，怎么样？在我们团这一段时间，哎呀，我们团没把这个邓模范接待好啊。这不瘦了吗？啊，是啊，瘦多了。没有，挺好的。团长，要不我带他们上？邓模范，我等你说出这句话的个把月了。我们团来了邓模范，
我早就想把他介绍给咱们二纵队的同志们认识认识了，可你总把我们当外人。团长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所有的红军都是一家人，没有一个是外人。邓模范说得好啊！好，邓模范说得好。我等你，等你回来，我带你在纵队里做报告。同志们，准备，我们上。好。都冲不过去，怎么办？拿下那两挺机枪，你就有门了。走，跟我上！这回大家都觉得没信心，好歹有你，要不然这回都得光荣了。其实我心里也没有底，但我听人说过，子弹害怕勇敢的人，我这回就是赶了巧了。你也太谦虚了吧，我也是个班长，我还是先进的。我跟你参加了两次战斗，一次比一次心里有底。邓模范，你要不你留下来吧。那以后我就管你叫秋生哥了啊。兄弟啊，我给你擦的是干干净净的，你可以上路了。
白狗子给我们留下了几筐炮弹，怎么处置？怎么处置啊？老子也没炮了，把它点了，通通的点了。点了，点了，就当放鞭炮一样，给战士们听个响，给牺牲的战友们送个行。回去。是。邓伯范，现在交给你一个光荣的任务，只有你能代表这些战士们完成。团长，您说，你看到那些山了没有？你去给我插旗，插上咱们的红旗，漫山遍野的都插上，给白狗子看，给老蒋看，也给咱们后边部队、咱们自己的人看。快去。是。该怎么办？我撒了个天大的谎，但你看见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在那个时候，我只能扮成你，只有你才能带领大家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稀里糊涂就变成你了。不，我是在给自己找借口。等仗打完了，我就跟大家说。我不是长生模范邓秋生，我只能跟着你，跟你一起往前冲。我不会做主，只有雕萝卜的时候我才能自己做主。邓模范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我这到底是怎么了？像中了魔一样，我变成你，我就舍不得回来了。就好像自己真正是那个模范邓秋生，我快憋死了。秋生哥，秋生哥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不让你跟着我。我没跟着你。是团长，他让我找你给整个团做报告。邓秋生前来报道。秋生来了。今天叫你来呢，有这么个事儿，就是让你给全团做一个报告会。哎，就在今天下午。怎么了？哑巴了？对，团长，我嗓子哑了，说不出话来。你小子少给我来这一套啊！你从思想上就不想在我们团里扎根，还想走啊？不，这就对了，这才是长胜模范。秋生啊，我们团在辣子口一仗是损兵折将，不过我们团的士气还没有低落，我们团就没有一个怂货。当然了，这人呢，他不是木头，该打的时候个个能打。不该打的时候，就该坐下来说说话，掏掏心窝子，这才是一家人呐。看着葡萄没有？咱们走了，老百姓还得接着拜。咱们给他上颜色，
败的时间久一点，咱们要比败的国民党反动派强多了。你给大家伙做的报告效果是一样的，就等于是啊，来，你看，就像给战士们帽子上的红五星，给战士们的心又上了一层颜色一样嘛，啊。好，我去。邓模范早，邓模范早，邓模范，邓模范，邓模范早，邓模范。哎哎哎哎，邓模范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邓模范，邓模范，邓模范，对不起。没事没事。哎，你们干嘛？谁？放开我！别来！放开我！就我，你闭嘴！哎，放开！走。你没有死啊？你没有牺牲，你是不是特想我们死啊？我们死了是不是就没有人认出你了？你以为你换个纵队待着就没有人认出你了？活着好，你们活着真好。我看，真没看出来啊！啊，你咋能这么做呢？就凭你，还想办我们秋生哥？你他娘的也不撒泡尿好好照照自己什么德行？常胜模范邓秋生那是什么人？那是红军中的红军，英雄中的英雄，也是大哥中的大哥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他那一脸娘们样。你们来的正好，是。我不是常胜模范邓秋生，我也演不好他。我现在就去找领导交代，该罚我就罚我，该枪毙我就枪毙我。自从变成邓模范之后，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，每天晚上都能梦见邓模范。现在也好，这样我可以轻松了。你睡不着是你自己活该。行了，别跟他废话，走吧，你不要接领导去吗？走走走走走，起来！你们在干什么？梁干事，是我。感谢你们上次救了我。不用谢，不用谢，应该。不用不用。不过你们现在做的事，我不会感谢你。为什么呀，梁干事？我们揪出了假的邓模范，因为你们的愚蠢。邓模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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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滚！你个邓模范呢？啊？哎，刚什么刚？赶快找去，马上开始了。是。邓模范，邓模范，邓模范。刚才的事情我都已经看到了。我调了二纵队，有一段时间了，仍然负责宣传工作。在行军的时候，我看到过你好几回，但是我没有跟你打招呼。我就是想站在远处，好好的观察你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你蠢吗？既然战士们把你当作邓模范，那么你就是邓模范。梁干事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他明明不是邓模范，你见过邓模范了吗？我不明白，梁干事。你必须明白。你说，咱们红军为什么需要模范？你说，我也说不好。我跟邓模范相处的时间比较短，也可能是因为我也叫邓秋生的原因吧。我很羡慕他，羡慕他在关键时候的勇敢、果断和无私。我觉得，只要有他在，就算天塌下来，都有人顶着。有时候我在想，同样都叫邓秋生，为什么我就不能像邓模范一样呢？所以我就不自觉地向他学。停，就是这个。我告诉你，不是因为你也叫邓秋生的原因，那不叫邓秋生的红军战士和你想的是一样的。没错，我也会不自觉地向邓模范学习。
这就是模范了。他的力量是无形的，不会随着斗转星移而灰飞烟灭，销声匿迹。他总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家，影响着每一个红军战士，让人不自觉地去靠近，去学习。梁干事，你说简单点吧。简单一点说，红军需要模范，一个模范影响两个，两个变成四个，四个变八个，总有一天咱们红军人人都是模范，人人都是英雄。我好像明白了。模范是不会死的，也不应该死。就像那面红旗，红旗下的战士可以战死，但是红旗永远不倒。只要红旗不倒，就会有更多的战士聚拢到红旗之下。你听，战士们在叫你。不，不，我不是红旗，我不是邓模范。我已经知道你在这做的事情了。完全配得上模范这两个字儿，我相信他们俩也听说了。你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了模范，战士们不是傻子呀，不信你听。可是我害怕，我怕被他们知道。知道什么？你也想邓秋生，他也想邓秋生，你们俩根本就是一个人，都是邓模范。不因为别的，就因为你们做过同样的事情，做过模范应该做的事情，这就够了。你以为那个邓秋生他就不怕我？那怕也得挺住，这就是模范，这就是英雄。英雄面对未知，就要敢于承担自己的命运。没有鲜血和牺牲，没有无数个邓秋生，我们就看不到天亮，看不到黎明。他好像明白了，你们呢？梁干事，这说我们是说不过你，但事儿是人做的，这不能光凭一张嘴吧？你们还要去揭发他，说他不是那个常胜模范。我们商量好了，听说我们的老部队又撤回到俄界了，反正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，我们决定留下来，就在他身边待着，反正在哪儿都是战斗，都是大白狗，顺便呢我们盯着他。其实我们不盯着他，他早晚有一天也会演不下去的，迟早有一天肯定会有一个认识真邓模范的人调到二纵队了。你想梁干事，你不就调过来了吗？别以为我们稀罕跟你待在一起啊，我们是不允许有人糟蹋了常胜模范这四个字。我觉得他们可以留下来，你的意见呢？你们活着，那回来的肯定不止我们三个。秋生哥呢？秋生哥没活，我们在被炮弹炸昏之前亲眼看到他被白匪围了起来。好了，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，那么多战士还在等着你呢。我先回答你们两个的问题。是，总有一天他会被认出来，可是在他没被认出来之前，他鼓舞了二纵队的战士们，有很多的人会因为他和他们在一起而变得更加的勇敢，更加的不可战胜，因此那些战士们也会更加的安全。你看看那些战士们，他们是多么渴望常胜模范邓秋生立刻马上出现在他们的眼前。我也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对的，但是只要对红军有好处，我就会去做，哪怕粉身碎骨我也不怕。
这件事情如果出了问题，我会负全责。我不是模范，可是我敢，你敢不敢？敢！邓模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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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邓模范。同志们，你们好，我是邓秋生。邓模范。我知道很多同志在没有见到我之前都以为我有三头六臂，现在看到了，我和你们一样，两只胳膊两条腿。模范会流血，会受伤，也会死，但是模范又不会死，因为我相信如果我死了的话，会有一个两个无数个模范再站起来。模范就在台下，就在你们中间，不用看，你还有你们都可以当模范吗？不，我错了，我觉得我们从瑞金走到现在，每个战士都是模范，那些牺牲的战友，他们更是模范。你们一定想知道我是怎样变成今天的邓秋生的，那是在一场战争中，我的战友全都牺牲了，但是还有十个白狗子，他们围住了我，当时已经不行了，我躺在地上，就像现在这个样子，我的头枕在了一个土崖上，我的前面是一条干枯的水沟，可当我躺下去的时候，水沟已不再干枯，因为里面流的都是我们战士的鲜血。我迷迷糊糊的睁开了我的眼睛，我看到鲜血里面有一个人影在跟我说话。站起来，邓秋生，站起来，和他们拼了！我一个机灵，真站起来了。然后我杀了那十个白狗子，我就活下来了。你们一定想知道那个人影是谁吧？我告诉你们，那个人影就是邓秋生，就是现在的邓秋生。所以我想说，荣誉属于红军，模范就是你们自己。Thank you.
走，一起走，走啊！给我少废话，赶紧带着朱宝走，我来掩护。走！走！邓伯凡呢？在后头。你带他走，我们去寻找。走，继续。护士，邓伯凡，护士。来，快点止血！护士，救！邓伯凡，他是邓模范，你我知道他是邓模范，你别捣乱了。他救了三个人呢，你就不能让他死了，不能啊！干事，成为邓模范的感觉怎么样？不知道，感觉很累，但是我挺喜欢这种感觉的。你说，这样对不对啊？当然对。你想想，自从邓模范来到这里，咱们已经打了多少个胜仗了？其实我特别想知道，是因为我变成邓模范才这样的，还是我本来就是这样？你本来就是这样，你自己不也说过，每个红军都有可能成为模范。邓模范，上了路就要走下去。秋生哥，你好了，我好的不得了，太好了，你不知道，你昏迷的时候，大家都睡不好觉，邓伯凡，哎，春旺，怎么样，考虑索了吗？伯凡，托邓伯凡你的福，已经穿好了，那我就放心了，走吧，好。